今天应该算是第四天或者第五天了，可以看到这个蒜苗长高了好多。它原来的芽是外面那一层浅绿色的，然后现在呢，这个深绿色的小芽已经冒出来了。好，让我们下一次再来记录它长得怎么样。嗨，大家好啊，今天我又来记录我的蒜苗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蒜苗现在长得已经蛮高的了，应该2周之内我就可以收割一波蒜苗，然后去做饭了。嗨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我又来记录我的蒜苗了。猜猜它长到多高了呢？超级的高，就这么高了，大概可能有40厘米的样子吧。拿远一点看，真的长得超级大，特别快。到这个程度已经这么长了，我觉得已经可以开始吃了。我决定用它们之中的一根来卤我的牛肉，看它比较顺眼，就它吧。我们割下来吧。